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巧克力酥，这个巧克力酥特别好吃，我已经吃了好几个了。裹着一层全部都是巧克力，特别好吃啊！13块有那么一箱，我们看看一共有多少个啊？刚才我吃了三个，1、2、3，然后刚才我和孩子们一人吃了三个，6个了，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6、38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那么一箱里边啊，有40个，13块9一箱，特别好吃，姐妹们啊，有喜欢吃的或者你们想尝一下，你们可以去拍一下，去尝一下，这个超级好吃。一箱里边有40个啊，13块9一箱。有喜欢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吧。